like some TikTok. あなたの願い叶えましょう。夢を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。假如你和老板女儿谈恋爱，哎，阿姨，你不准碰我！我们才在一起三天，你就想摸我的手？那要是在一起一年，你岂不是要亲我嘴？流氓，分手吧！离开我，心会冷痛，心会疼痛，一动不动。你会难过，你会脆弱，忍受折磨。爱我，爱我，就不要给我随便承诺。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。头去看，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。当上宿管的第二天，昨天是不是又很惋惜的？跟你们说了多少遍，这个严重影响到其他同学，扣三分。宿管的人好帅哦！又大声喧哗，再扣三分。哎哎，出来干嘛？给我回去！回去！大晚上的扣分啊！我站在别人背，泪如同海带雨，我眼眸早已泪，有人在他的泪，在泪光下。如何用 Blackpink 的方式毕业？我毕业了。